江户笔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来到番茄哦，这个民宿啊，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番茄的附近的海景啊，这个民宿附近的风景，还有我身后面这个小渔村的场景，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番茄这边的景色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
你别打，怎么不动了？